你不知道哪有菜市场吗？还是菜市场？去超市买呗。超市的贵，那差别老大了。一看你这个不会过日子。你忍心吗？那我去买吧。那你算了，我去买吧。你确定不用我去？哎呀，不用你去。他要你这个口供，你说我还是陪你去吧。完了，你真要去，他就不用了。那不是算计他吗？你这孩子真白眼。你教我算计我媳妇儿是吧？